嗯？哎，大喜！哎，阿杰哥，好巧啊！你来买东西啊？啊，对，买瓶水。你买酱油啊？啊，我家里没酱油。我今天带了10块钱，我可以给你10块钱，是不？哎，大喜，我这有2块，正好你拿去吧。不用，谢谢你啊。没事，我正好有2块的现金，你拿去吧。那多不好意思，谢谢你啊。是，拿去。要不阿杰哥，你上我家去，我还给你。这个也行，那走啊。走吧，走这。阿杰哥，啊，你随便坐啊，随便坐，别客气，我去给你拿点吃的。啊，啊，这核桃你尝尝。哎，你吃过这种核桃没有？这什么核桃？这是芝麻，尝尝。我来尝一下呢。很好吃的。哦，它这个皮很薄。嗯，尝尝，可香了这核桃。嗯，真的很香哎。对。哦，等一下。什么？哎，算了，2块钱就算了嘛。那怎么？那多不好意思。再说了，我得让你欠着我呀，不然我下次怎么好意思找你玩？那好吧。哎，大喜啊！啊？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啊。像你这种活泼开朗的彝族女孩，肯定有很多男孩子喜欢吧？没有呢，阿杰哥，你这么会说，才是有很多人喜欢你吧？哪有女孩子看得上我啊？哎，那你有想过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吗？哇，没想过呢，我觉得还是得看感觉吧。看感觉啊。嗯。那你看我怎么样？你这样的也行。哎，阿杰哥，你先吃着，我去做点饭。嗯。今天太麻烦你了。啊，没有。坐会儿，你随便吃啊。好。阿杰哥，好了，快吃，快吃了。哦，好。哇，好香啊！我在家里面就闻到了。快坐。嗯，这么丰盛。我随便做的，你别嫌弃哈、啊。不会。吃啊，这是我们自己的腊肉。好。快吃啊！你盯着我干嘛？快吃。如果漂亮可以当饭吃的话，在我看你的时候已经看饱了。哎，别开玩笑了，杰哥，我快吃了。好。你把我说的有点害羞了，快吃。哎，大喜。我感觉下雨了，要不我先回去了吧。好像也是，你吃饱没有？吃饱了，吃了这么多了，我都。那你注意安全啊。好，你再把手伸出来一下。你该不会又要给我糖吧？你放下几个，我的生活已经在慢慢开始变甜了。哎呀，这次是巧克力，刚刚在小卖部看见，就想给你买来吃。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。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。